武术在1990年北京亚运开始成为正式比赛项目，港队每届赛事都赢到奖牌，至今已经累积2金、11银、5铜，合共18面奖牌。杭州亚运武术队将会派出7名运动员出战，包括在雅加达亚运赢到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银牌的莫婉莹，在世大运夺得1金1铜的许德恩等，他们已经磨拳擦掌，以刀、剑、拳、棍等招式为武术队打天下。923杭州亚运全城撑港队。